2012年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跟妈妈说带我去北京。最初只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情，结果可能我太优秀，所以一直赢。教室东拼西凑，上海最后决斗，打败很多对手，结果对手成了队友。我想以后的路是这些人陪我一起走，就这样一直走到故事的最后。渐渐回头，有一些人来来走，偏偏最后还有些人留守。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性格什么样，加新路走一遭，立马音乐会上岗，看一看，跳一跳，手里拿着音乐棒，带着 S 的小姑娘，陈光慧元气满满，永远精力充沛。陈思打架之前都要先报名字。戴萌365度死角都不会崩，蒋云天生丽质，而且气质超群。你想要让我陪，还是要让我陪？都说我们很配，你喜欢的什么口味？你想要让我陪，还是要让我陪？无论我们很配，有那么一点点对味。孔圣依跳什么舞都像十八禁，刘尊彦大大眼睛的你在放电，戴萌这只兔子可能不一般，前辈挺开心果让大家笑不停。洗衣不出现，但也不要忘记孙瑞，快乐吃大长腿，上雪葱马尾总是清春风，还有温洁锦爷经常犯傻，但也温柔体贴。吴镇涵看着怂，但是内心很勇敢。徐晨晨睁眼吹，这人身量真的稳。许佳琪每天打热乎的。徐子轩昨晚像你身高惊人戳天。袁宇臻叽叽喳喳假的很烦人。张宇阁宝宝就是我最后的选择。还有一个谁的名字没有提？那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袁丹妮。你想要让我陪，还是要让我陪？都说我们很配，你喜欢的什么口味？你想要让我飞，还是要让我飞？这些是是非非，想说什么都可以对。